发现他啊，就在那个图书馆，平展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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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头是不是对对对，就是说就是修修哪块呢？就是修就是修哪块？对呀、啊，二十多块，但是马上开。你接到入口电话不是哎呦不是人还站一站那家的，对，我这镜头好照顾。哎，现在你那个你在怎么做吧？哦，我也跟那个小孩的朋友也是没办法。哦，我认识你很多年了，你还你记不记得？你最早在南京卖防腐剂啊？对哦，多少年了？是吗？哎呀，您那个在我那买的啊？啊，对对对。哇，哎，还没记住，脑子好，都我都啊，对。
您您您，我现在在一边自己干一边在媒体。对，咱留个电话，您给我留个名片。行行，我没去，太没劲。一会儿咱互相留个电话。您帮我弄一下。你现在干嘛？我是给这个做文化的，娱乐文化的那个。您就弄您的号儿吧。介绍吧，行。太困难了，这还做什么？我那个是由这开始办那个。哦，嚯！现在22。啊，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那首先我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呢是汉国文联的常务副主席、秘书长，我叫王玉梅，那也是今天的来宾之一。那受到我们那个薛福顺老师的邀请呢，临时呢我来担任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主持人。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对咱们的各位前辈艺术家还有各位领导，可能介绍的时候如果有遗漏的地方，请大家多多的包涵。那这里即将举行的呢，是我们从白洋淀到天津薛福顺先生的油画作品展。那这次活动呢，是由我们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举办的。那大家看到呢，我们还有一些承办单位，那这些单位呢也给予了我们这次展览大力的支持。特别是呢，我们是在我们非常漂亮的我们天津图书馆举办这次活动，我们现场呢还有一些读者，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欣慰。下边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他们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协理事，刚刚当选的天津文联副主席，我们天津美协的副主席，我们的王树平先生。接下来我来介绍天津美协副主席、油画委员会主任王书鹏先生，天津美协副主席史振岭先生。好，那一会儿到天津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唐云来先生，天津市书协秘书长冉凡英先生，天津美院领导，也是此次美展的策展人，著名油画家张金生先生，天津美院院长邓国元先生，在这儿没到啊，一会儿到。中国油画的主编王坤先生，山东省德州董子文化美术学院馆长苏晨先生，河北省金坤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还没到。河北省任丘市齐云轩书画院院长，那他们一会儿都到啊。还有我们天津市和平区油画沙龙的会长李来莹，好，欢迎。天津大学软件学院党组书记花建芬系主任李青，天津艺术馆研究馆员、广州私立华联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赵英斌先生。那么还有很多啊，我们可能就是没有一一的介绍啊。那特别感谢大家在我们这个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啊，参加我们薛福顺先生的展览。那此次活动呢，我们还有今晚报、天津日报、我们滨海汉沽电视台，还有新华网、中央书画电视台等等新闻媒体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也感谢你们，谢谢大家。好，那么我们此次活动呢，得到了我们这个主办单位天津这个美术家协会大力的支持，然后呢，我们这个天津美院的领导也给予了鼎力的相助。我们接下来呢，请几位嘉宾致辞。首先有请天津美院的领导张金生先生致辞。那个，首先我来到这边吧。首先我纠正一下，我不是天津美院的领导，已经退休了，已经退休了，是天津美院的老师。这次呢，这个担任这个
薛福正老师的策展人，是我这辈子头一次当策展人，从来没当过。如果说准确一点的话，其实叫这个助展人更好一点。这个前前后后吧，因为认识薛福正很长时间了，为什么愿意协助他举办这个展览呢？其实是有理由的。一个呢，就是说我是画油画的，薛福正老师也是画油画的，而且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这个特征，我跟他非常相像。一个呢，就是我这人呢是有点优点，什么优点呢？就是比较执着，就是画画比较用功。实际上，薛福正老师也有这个特点，学生不敢这么讲，都是学油画。就是比较执着，因为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一直在兢兢业业的在画画，而且在思考问题。所以我特别赞赏他这一点，他这点跟我有点相同。就特别希望把这次展览能够做好，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临到展览的前不久，薛福正突然跟我表达了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哎呀，说张老师，我有些画不行。我当时听了这画以后，画以后吧，我特别感动。后来我就想，这点上也特别像我。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等画完一段画以后啊，突然感觉某一个阶段过去的那个画，再一看，说行一点，自己有点脸红。就这个特点跟我也特别相像。由于这两个特点，我就特别愿意，就是这次协助那个薛福正老师来办成这个展览。这个薛福正展览，昨天一块儿吧，就算把它布置成了，一看了还真是挺好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的东西吧，一个就是有点多样性。如果我说点心里话的话。如果说白洋淀的这个画，它是有一种艺术情节在里面。这个对于一个画画人来讲特别重要，因为这个画啊没法，就是我的画也这样，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它好或者说它坏，没有这个标准。但是作为一个画画的人，他这种精神寄托是特别重要的。所以他的话，因为我的老家也是跟白洋淀沾点边，虽然没怎么去过，但是我很理解他画白洋淀的这种情节，这是非常可贵的。再一个呢，我挺喜欢他那种，你们大家进去以后可以看到有几张人体画的也非常好，他画的很概括，而且据他讲有些还是写生画，画的就是一下就下来了，画的很概括，而且还比较厚重。后来我再一想吧，薛老师他原来还做版画，他在这个里头在跨界的这种借鉴上是有探索的。另外我还看他那个静物，单个的那个静物也很吸引我，所以这里有好多作品还是很经得住看的。另外这次展览吧，还说明一个问题，这个艺术本身吧，你要把它做完整。如果说我们画油画的在画画，这只是做了艺术的一半。人家说嘛，就是艺术之美有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以艺术自身之美而美，这是前一部分，就是你我做这个事儿，就让它艺术自身之美显示它的有进步。还有一半是什么呢？就是艺术以其作用之美而美，二十七，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所以今天图书大厦的领导或者怎么有关部门把这个展览做成了，另外很多喜欢画的人来看画，如果再进一步能够买画，这就体现了艺术的后一步，就是说艺术以其作用之美而美，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跟生活的这种关系，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所以我今天来呢，就是一个是表达我的祝贺之情，另外呢就是说祝贺薛老师这个展览能够成功啊！感谢大家。好，谢谢您。其实呢，当我们走进这个展厅的时候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这次展览经过张先生的这样的策展，
虽然呢，薛老师的这个画是多样的，但是整体的感觉还是非常舒服，然后非常能体现这个薛老师画的这个独特的艺术风格。那俗话说呢，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今天的所有朋友都是来帮忙的。那无论是从艺术上的指导，还是在各方面的这种鼎力的相助，我们都非常感谢。借此机会呢，我们也向张先生这样的著名的油画家为我们做的这种贡献表示敬意。好，谢谢您，谢谢。我们这次呢还请到了刚才介绍的很多嘉宾朋友，那其中一位呢是中国油画的主编王春先生，我们有请王春先生讲两句吧，也很难得。好，有请。徐福顺呢？没有。我是看着他走过来的。我们其实是同龄人，跟福顺呢也认识了有好多年了。今天这个展览呢，画起来以后我一看，比我预想的效果要好。画油画呢，换个人画展其实非常不容易。他这个费时间、耗精力、费时间，每一幅油画。你要所以他只有一些个突出一些效果，还有就是他对白洋淀的这种情怀，我觉得也是特别特别感动，就是有很多共鸣吧。所以我也祝贺胡顺的展览成功吧。好，谢谢，谢谢您啊。我们今天呢看到现场呢有还有很多我们来的一些非常陌生的面孔，那么可能也就是到图书大厦来度周末的，也有可能的就是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展览大家来观展的朋友们，我们也特别的欢迎你们。特别是呢，我们看到有些孩子们，他们这么小呢都来感受我们这种浓浓的文化的氛围，也让我们特别特别的高兴。其实呢，艺术家的所有的劳动，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分享，那我们也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了，朋友们，大家在看展览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一些那个薛福顺先生呢，他有一些题材呢是画我们滨海的这样地域的我们家乡的这样的东西，像那个船呐、那种古老的门呐、还有像海鸥翱翔啊，那个这个蛤蜊遍地啊，那这样的题材呢，我觉得薛福顺先生的画呢是取自于自己对我们家乡。汉沽是他的第二故乡啊，那他是在那儿成长起来的。那今天我们汉沽电视台媒体的朋友也赶到了，那我们看这些作品的时候呢，也感到特别的亲切。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当中呢，有一位呢是我们薛福顺先生的老乡啊，那就是我们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著名的书法家唐云来先生。好，我们有请唐先生讲几句话。这个。薛福顺先生这个油画展啊，题目叫从白洋淀到大天津啊，是唐云来老师，他让我提了这么几个字，是吧？这个还真是这个他的家乡情节是很浓重的，他的作品他也大部分表现家乡啊。那第二家乡刚才主持人讲就是滨海汉沽，是吧？他从白洋淀实际上到的滨海，从淀到海，是吧？这个这么过程，后来又到天津，现在在天津大学软件学院啊，这个他的作品都表现了他这个从内容上表现了他这个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是吧？这个我在这儿呢也没别人说的，我也不是搞文化的，我就祝贺这个薛先生那个展览成功啊。这个他的我们在汉沽时候啊，我们组织那个当时北协是吧，这个抓唐沽版画、汉沽版画，那么汉沽版画呢就是汉沽崛起，是吧？他是个版画家，还是啊？现在
变成油画家，但是现在他又在钻研国画，我觉得他这个将来成就还是有希望的，是吧？祝贺成功，春节快到了，也祝贺大家，是吧？文联领导、有些领导，是吧？这个还有大学、美院的教授，那我提前在这儿拜个早年，谢谢。好，谢谢，谢谢常先生。那么我们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呢，其实这些年呢，主办的展览是挺多的。那无论是普通的作者，还是知名的艺术家，我们天津市美术家协会都给予了大力的支持。那今天的我们，刚刚当选的我们天津市文联副主席的王淑平先生，在百忙当中呢，也赶到了我们这个展览的现场。让我们欢迎王先生，这次有请。首先呢，这个我代表呢，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像这个今天呢，在这里边，我们隆重的举办这个薛福顺的油画作品展，隆重开幕，表示热烈的祝贺。刚才呢，唐主席、还有张老师、还有其他几位嘉宾呢，对这个薛福顺同志这个艺术呢，都做了一个很高的评价。我呢是因为跟薛福顺呢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可以说呢，这个薛福顺的这个精神呢感动了我。他的这种精神呢，来自于他对艺术的一种拼搏的这个在这个艺术的基础上啊，取得了一些进步。他自己呢仍然啊，在新的台阶上还要这个迈向更高的台阶啊，所以我们经常聊天，他有很多的他的想法，所以说可以说呢，他的执着精神呢，感动了我啊，所以呢，我们刚才看了这个油画展呢，我也很震撼啊，的的确确，薛福顺呢，像刚才各位老师所评价的，他的艺术呢来自于生活啊。在前几天，我们天津市这个文代会开幕式上，我们市委书记孙春兰书记呢，为我们这个美术工作者呢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希望我们用手中的画笔来赞颂我们美丽的生活啊。我觉得呢，这个薛福顺呢，他这些年来正是走着一条呢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创作导向，他的画是使你看了以后呢非常的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是来自于他对人民的一种这个关爱，对生活的一种的亲切的一种感受啊。我想呢，这个油画展对我们当前我们正在积极的组织我们的天津市的美术界，为这个全国的美展，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各个画种吧，我想呢，对我们天津市目前呢筹办这些全国美展以及天津市美展呢，必将起到一个积极的一个推动作用。因为我们现在呢，马上我们也要开这个作者的这个创作的交流会、座谈会，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美术工作者深入到生活中去，啊。这个使我们的作品呢，能够呢，这个更好的啊，奉献时代，啊，奉献社会，是吧？所以我想呢，在这里呢，我是再次祝贺薛福顺同志的油画展，今天呢，在这个图书馆隆重开幕，同时呢，也感谢天津图书馆和各个方面所给予薛福顺同志这个油画展，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关照。祝薛福顺同志用手中的画笔画出更多更美的、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美术作品。谢谢大家。谢谢。再一次感谢王淑平主席热情洋溢的这个致辞。那山不在高啊，有水则灵啊。我们的薛福顺先生，白洋淀出生，这个渤海边成长。来到大天津，
海河两岸尽朝晖，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他的作品呢确实体现了他自己的风格。大家走进展厅看到这些作品，拿到这样的画册的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画家一个艺术家是离不开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同时好的作品也要赋予它真情实感。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大家在看我们薛福顺先生展览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回报的这样的一份心情。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到我们的主人公了。刚才看到薛先生也很激动啊，有点热泪盈眶啊，哎，挺激动的，挺不容易，我们给点祝福的掌声吧。每一个艺术家在成长的道路上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对于薛福顺先生来讲就更加的不容易。那熟悉薛先生的朋友呢都一定了解到他在创作上付出的那份执着和艰辛，好吧。谢谢，接下来来致答谢词。好，那个我说的呢只是感谢两个字，这个两个感谢字呢实际包含的内容很多。我首先要感谢天津美术家协会的领导对我这次展览给极大的扶持和帮助和关怀，和以往平常就是那个给的关注和抬爱，特别是王老师，两位王老师啊，还有曹主席，今天没到，因为家里有事啊。那第二要感谢那个谁呢，就是我的第二故乡的老乡，就是唐玉来主席，就是呢他不仅从思想上给我可能的梳理，而且从生活上给了极大的帮助和关怀，这是我所提到的。那么第三呢，我还要感谢那个我的策展人，就是那个张景生老师，还有王云成老师没来，家里边有事，还有这个王坤老师啊。虽然我们是同龄人，在平常啊经常搞思想交流，而且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的关于艺术方面的东西。特别是王老师，主持一个中国油画，他始终呢对我呢抱以关怀啊，经常呢对我的话，我经常把王老师请去，在家里边随便说心里话。喝一杯葡萄酒是吧，吃点炒白菜吃一个馒头，在我那一坐坐半天的时间，对我的话有很多的批评，也就是指教。虽然是同龄人，就说他比我走得早，就是比我学艺学得早，而这方面有极大的修养，所以说我只能请他。张老师呢就说呢，这么大年纪，我说了这个张老师为这次展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平常这个在展览之前呢，就是说张老师说你一定要请我三次去我看的话，另外呢，你挂好了画之后，我要请你要看，也检验一眼。既然让我当这个策展人，我得主观一些为你做主，就是这一点。我说张老师这个性格，我特别的佩服。我昨天说了，我张老师展览结束之后，我就磕头拜你为师。虽然是年龄相差十几岁，但是我发自内心十分的佩服，这一点是这样啊。那第三，我已经忘了第几了啊，我是感谢啊。另外呢，我要感谢天津大学华书记李兴主任，还有周天等等对我的信任，能有机会我站在天津大学这个舞台上为学生们讲课，我也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就是呢，下边呢，还要感谢多媒体，什么人民网、新华网、汉国电视台等等其他的媒体，天津两报都来了。这么些周日的时间呢，能花费自己的时间来看我这展览，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向大家鞠躬。另外呢，春节就要到了。我代表我全家，更代表我个人，向大家呢表示新年的祝福，祝大家福顺福顺啊！谢谢。薛福顺啊，薛福顺，祝大家福顺啊！朋友们，我们一个朴素的、简短的但富有真情的开幕式就要结束了，但是呢，我们朋友们之间、艺术家之间、艺术家和我们的读者观众之间的这种真情是永远永远流传的。好，这次机会呢，再一次代表我们的主办方和我们的这个薛福顺先生对大家表示感谢。新年快到了，也祝大家新春快乐，马年吉祥。好，希望大家呢看展览的时候多多留下宝贵意见。好，请大家观看展览。有请各位。你好，到了，有采访，2分钟赶紧。薛福顺，
福瑞，福瑞，他这是有个采访。哦，我先，不，你先采访他坐着。对，坐着，我怕您一会儿有事儿，所以先对您。先让他坐着就好了。对，先带坐这个，这个大领。我这马上走。行。这个书房也是我们主席，他是画油画专家，你可以参考他。
现在好，那这一块。